蛮荒搜神记是根据树下野狐的奇幻小说搜神记蛮荒记改编的古装神话剧，由管虎执导，飞天叶翔担任编剧，而男女主角目前已经确定为吴亦凡与迪丽热巴。蛮荒记是著名作家树下野狐创作的东方玄幻蛮荒三部曲系列的第二部，也是搜神记的续集。该书的主要人物有拓跋野、蚩尤等，共分为六卷。该书讲述了大荒590年十月，皇帝率大军与水妖激战于真灵之野，消失了16年的毗姆帝丘重现于世。这一天距离神帝驾崩之日恰好4年0.6个月，而在大荒汤古岛，龙神太子拓跋野转世亲帝蚩尤大婚在即，烛龙纠集水妖秘密酝酿新的阴谋。东海之上，龙族与水妖狭路相逢，揭开大荒全面战局的序幕。这次吴亦凡与迪丽热巴组 CP 出演，网友们沸腾了，纷纷表示期待。